准备好哎。等一下。我为什么这么紧张？是一定要有这个声音是吗？哦，可以摘掉。直播重分什么东西？我的妈！直播重分一起嗨 ，idol 周五在 YY 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俊豪。我的天哪，我要聊什么？我天啊，哎，我第一次，我没有直播这么紧张过哎。这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大家好久不见了，我刚才就跟他们说我可以 freestyle 整整两个小时，我不需要那个流程表。我现在感觉，哦，不行。我们直接进入下一趴。哦不，那就再聊一下。你们吃饭了吗？我在干嘛？声音很小。他们说声音很小，有声音很小吗？我声音可大了，我这边。你们在喝吗？什么东西？他们刷的好快哦。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谢谢，刚刚已经开始了，不好意思啊。哎呦，我不知道要干嘛。大家晚上吃了什么呀？哦，好羡慕你们，我前两天肠胃炎了，然后这两天一直在喝粥。等我好了，我要先去吃那个铁锅炖。你们知道铁锅炖是什么吗？不知道就去搜一下，我也给你形容不出来。我可爱吃东北的菜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很厚实。哎呦，我好紧张，我还是放松不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大家就好久，就是我好久没有这样跟大家就是见过了。主要是他们也一直在刷，就是那也是。你有点黑，没有，今天是故意画黑了，因为太白了，有点反光。所以我们下个流程是什么？好，唱歌，赶紧的，我已经不知道要干嘛，唱什么呢？准备了几首歌，我准备了很多歌。我今天就是，我跟你说，大家就是，就我鼻炎嘛，就是大家也知道，然后最近又犯了，所以就是大家就听个就听个开心就好，就不用太去纠结我唱的怎么样，因为我准备了蛮多的，今天就大家就都放松一点。第一首唱
夏天的风吧。七月的风蓝蓝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闷闷的，一阵雨后雨下过，哦耶耶耶耶，气温爬升到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酷酷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的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温柔蓝蓝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上的风吹成我山峰，温柔蓝蓝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上的风吹成我山峰，温柔蓝蓝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为什么你不在，为什么你会回来，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真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酷酷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温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的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年纪的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酷酷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的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好了，哎，还不错，哎，是吧？是还不错啊，嗯，没有在输，哎，就一定要放这个背景音是吧？嗯，我不知道，我们下一个是干嘛？哦，我们下面来玩一个真心话大冒险。今天我跟你说，就是他们要，就是要给我搭配衣服，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想穿的简单一点。因为我平时之前我就是直播的时候，我也就是就自己在房里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就直播，对不对？好，提问。
我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哦，如何看待喜剧人的称谓？这个我采访做过3560遍了。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我身上的一个标签吧。我觉得还行，就是，好，没事，就下一个吧，因为没啥好聊的，真的采访做过好多遍了。找回自己的 ID 是什么感受？我不知道，我是突然一下看到我的微博就变回来了，然后我的工作人员在我的那个工作群里面就发这个喜讯，然后大家都还挺激动的，就只是把我原来的东西拿回来了而已，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高兴成这样。下一个，新歌是什么风格的？什么时候上线？我跟你说，我的新歌已经做好了。然后词曲都是自己在，就有参与了很大部分，然后还找了，还发给就是朋友们都听了，都觉得不错，然后发大概是在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吧，反正就快了，什么风格的是，就比较夏日，然后比较轻快。但是也有一点，也掺杂着一点，就是 R&B， 就是我最拿手的。好了，下一个问题，最近有没有 get 什么新技能？新技能就是，自己作词作曲算吗？就是比较就是正规一点的，就是不是就是那种，就不是那种感觉在。就是玩一样，就是自己真的就是这里不行再改，那里不行再改的那种，蛮不错的，以后会自己再多做做歌，柠檬茶品鉴出师了吗？没有想再专门做这一类的东西啦，就是，因为身上的 title 真的太多了，应付不过来有点，真心话，生日将近，你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我之前采访也说过，我想，去迪士尼，我还没有去过上海的迪士尼，这个能说吗？也是说都说了，管他呢，但是我觉得今年生日可能去不成，最近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疯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说，就是因为夏天到了，大家都很热，对不对？然后大家都应该很爱吃冰西瓜，就但是这里我真的想提醒大家一点，我就是太疯了。我有一天就是也没有吃早饭，然后就是买了半个冰西瓜，然后全吃完了。然后下午又喝了两整杯冰咖啡，就一天也没吃饭，就吃这些有的没的，然后就对，肠胃炎了，对，肠胃炎就又犯了，然后这次还弄得挺久的，弄了2-3天，我跟你说最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看医生嘛，因为自己有点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平时熬一熬就好了，然后自己去看医生，然后去挂了个急诊，然后。那医生就问我情况，我就说就是现在也没有其他什么症状了，就一阵一阵的痛，就绞着痛的那种。然后那医生就说，他说那也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了，你就回去吧，再熬2天就会好了。我说但是我现在真的很痛哎。然后他就说，没事没事，他说你出去顺便把号退了。我被医生拒诊呢。所以大家夏天的时候就是冰的东西还是要就是。适可而止，九宫格自拍什么时候更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啊？这是我不想回答的问题，不想面对的东西。下一题，说出3个现在最想吃的东西啊，铁锅炖，铁锅炖。那我现在很想吃这个，我今天晚上如果结束的早，我可能就会去吃。已经有时间了。
给任意一位朋友打电话，让他说出买单即可，限时5分钟。打给谁啊？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有期待，我在打给谁，是不是？他们，no， 我还在生气中。我跟你说，你知道前几天我气成什么样？就是那个，就是那天嘛，不是，就是，他就是邓孝慈突然发了微博嘛，然后说他们两个，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泛舟嘛，然后就大家都在那艾特我，就说千万不要让我看到就是日理万机的小莲和孝慈在泛舟。我一开始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大家是在就是就觉得这是一个梗，在开玩笑什么的，但是越看就是我就越生气，我就觉得自己在被孤立。然后我当天我回到家之后，我就想，我就一边在洗澡，我就一边在想，我说好啊，我说现在就是朋友，其实朋友之间也是分3-6-9等的，就是也有就好朋友跟更好的朋友，也有普通朋友，我可能就是那个普通朋友，就是现在就对我就是永远就联系不上，就是电话就占线，要不就是不接，好，然后就跟我告诉我日理万机，然后就跟别人去泛舟，然后就两个人去泛舟，然后就去采莲。我想说行，我就是这样，我就朋友之间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我说那我以后就再也不要再主动联系他们任何一个人。然后正好这个时候我还看到九九发的那个什么什么女朋友的那个东西，我想说我没有要做你女朋友，你别给我发疯了。然后就更生气了，我就气上加气，我就说这几个人我以后再也不要理他们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主动联系他们了，我就真的很生气。我就一边洗澡，洗完出来，然后把头发一吹完，然后一回去看到手机上有就是连慧伟的未接电话，我就想说哈，你看吧。然后就是然后打电话，我就跟小莲说，我说你知道我刚刚有多生气吗？他说你怎么了，你又怎么了？我说我就把我刚刚就洗澡想的那一系列的事情我都说给他听。他说你不要再发疯了。然后他就和舅舅一起就嘲笑我。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就挺生气的，就一开始我也觉得这好玩啊，大家都好玩，就觉得但真的很生气。然后但是他们几个我都不能打给他们。我打给谁呢？想想啊，所以我打了之后我就直接把它按扩音就行了，是吧？那如果有一个人的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啊？那我先打给黄瑞昌。哇，好大声音。喂，瑞昌。喂，你在干嘛？我刚做完饭，我收拾呢。做饭？啊，你还会做饭呢？你不知道吗？我也没吃过。哎，我吃过吗？哎呀，你太忙了，李老师。我想出去吃饭。你出来呗，你在哪儿呢？我在家里。在哪个家里？哪个家里？在北京。你说话很吓人。在北京。你出来啊。出来，但是哎呦，我最近没钱了。啥意思？啥时候让你花过钱吗？哎。
没干嘛，就是想你了。对。差多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要问你借钱，只是就是说出去吃饭的话，就你可不可以就是就是，那我哎，我这也看中了，就是我看中了一件衣服了。我看中了一件衣服。买什么？我不奇怪，买什么？不是买什么？哎呀，你快说，就是对，我要买衣服，然后你来买什么？我真的跟你无法沟通，我行，我你我我先给你挂了，我晚上跟你说，拜拜。你这种人就是，再打一个，再打一个。打给他可以。喂，燕西，你在干嘛？在家躺着。哦，在北京吗？出去吃饭吗？啊？但是我没钱哎。我还看中了包，大牌的，买什么？买什么？哎呀，买什么？不是，就是，就是“买”这个词叫什么？就是就“买”开头的，这什么鬼东西？为什么骂我？哎呀，就是买什么？拜你个头啊！拜，还有时间吗？我赶紧，我赶紧，我赶紧。还有几分钟啊？张一凡不接，他在逃单，他不想再付钱了，他真的不接。行，一凡，你在干嘛？我吃饭，你，我吃饭，然后你干嘛？哎，不是，我吃饭，你平时干嘛？就是我们，对，不对，这个好像暴露了一点什么。好了，没关系了，没啥，没啥，没啥，你忙吧，我晚上跟你说。没有，祝你平安，拜拜。好了，可以了，完成吧，算完成吧，算。哦。我平时买单，就像我真的这个我得解释一下，就是平时他真的会跟我抢着买单，
就我刚刚表达的意思不是这个，我表达的意思不是说我吃饭他买单，而是说平时我们会抢着买单。我真的无语了。嗯，啊，30秒内摆出10个杂志大片 pose。有人在，等一下，给我弹语音，我可以接吗？我看一下，王瑞昌。喂。我已经不需要你了。不是你，你是咋的？出什么事了吗？你们。我没有出事，我晚上全家吃饭吧。出去吃啊，我不想做饭了。啊，你做嘛，你会做铁锅炖吗？你应该会吧。那铁锅炖在哪儿都能吃吗？我大晚上让我去给你做铁锅炖，出去吃呗。几点？你现在还没下班吗？嗯，下班了，下班了。然后还没下班，还没下班。对，哦，对了对了，我在直播。好了好了，我在直播了，我晚一点跟你说啊。再见。嗯，拜拜。好了，30秒内摆出10个杂志大片 pose， 这个队员好，预备走。我怎么有点缩脖子啊？这什么啊？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啊？特效。摆完了，因为我就随便一动就是 pose， 就超模都这样。这个凳子的原因吧，凳子太矮了。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呢？什么？好友模仿秀。嗯，会模仿哪几个人呢？我想一想啊。答什么？哦，我还有台本呢，我刚看到。哦，好有模仿哦，好的好的。哎，这太容易了，你现实吗？这个，这真的太容易了。我觉得他们都可以直接猜了。啊，第一个是那个啊 ，Hello 大肠，这真的太容易了。喏，就都猜出来了。第二个是，就那个，这个。你看，又都出来了。嗯，好，第三个哦，哦，第三个是，我怎哎他我要怎么模仿？他有点难度哎。等一下，是他们猜出来了，就算他们赢了，是这个意思吗？那就是说他们猜出来了，我反而还输了。这游戏还有惩罚啊！我模仿的好，然后让你们都猜出来了，然后我还有惩罚。哦，我跟你说，这个我要怎么模仿？我想，他有一个那个，这个应该能猜到吧？
哎，有人猜出来了。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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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凡啊，就那个，嗯，但是张一凡还有一个 Super Idol 的笑容，嗯，下一个，我下一个的是那个，下一个怎么说？哎，这个不对，宝宝，你要把那个东西切碎，然后把这个锅不是在这个东西应该要这样开，宝宝。好了好了好了，宝宝，你不要这样子搞这个。哎，猜出来了。对对对对对，高一百。然后哦，最后一个，干什么？发神经啊？疯了吧你们是？哎呀，不要看了啊！我要疯了！哇，好容易哦，大家一下就猜出来了。好啦，挑战成功，恭喜你们！录十秒的晚安，早点睡吧你们。哎，要录吗？现在？好啦。大家哦，我现在要录那个什么晚安，晚安大使，不是晚安什么，晚安问候，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晚上早点睡觉，对身体好，当然不睡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熬夜确实蛮快乐的。好了好了，晚安晚安。好了，下一个又是干嘛？又是唱歌？不行不行，我得缓一缓。我们来聊聊天吧，就最近我看看啊。我刚刚真的没有在做效果。好了好了，继续聊了。有腹肌吗？疯了吧，疯子。啊，那要好玩。太快了，我看不清。会举铁吗？哦，我最近可能会要举铁了。因为就是有秘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哥是生日的时候发吗？不会还要拍杂志吧？啊，不是啊，杂志其实都拍了挺多的了。
但是其实我拍杂志我会很不习惯，是因为我不是那种专门，就是我之前没有拍过这类似的东西嘛，就是不太会，嗯，不能驼背。行吧，聊吧。会参加综艺吗？你们猜呀。哇，太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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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跟另外两只小猪见面吗？会啊，当然会啊。其实现在就只有江津左最近，因为他一直在上海嘛，然后就到处跑，没有见到。其他的都见到了，我们还约了，就是等他来北京去吃饭什么的。嗯，还有什么？有给元气小豪买衣服吗？没有。哦，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啊。我生日当天你考试，那我就祝你考得好。那怎么样？你不考试，你要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吗？哦，但我没有哦，没有要搞什么生日会这种。刚刚看，哇！我昨天晚上在家刷铁锅炖的视频，真的刷的我。哇，大家怎么都这么会吃啊？还有什么？做蛋糕吗？小宋吗？小宋，他不是小宋，那个是大宋。他在上学了。还说，如果去还想着等有空了去找他玩，去他们家那边，正好可以去吃铁锅炖。哦，真的耶。还有什么？最近在喝哪一家的奶茶？等哪家奶茶找我代言了，我才大大方方把它说出来。还有什么？什么时候和他们出去玩？我等一下就应该会去找他们吧。看看。好了，要不就唱歌吧，我看也没有啥东西。唱哪一首啊？我刚刚唱的我现在都没好。再聊一聊也聊不好啊。偶像课堂是什么东西啊？哦、oh, I'm sorry。对，有偶像课堂。哦，稍等啊，我不能离开这个地方。I'm sorry。毒鸡汤鼓励课是什么东西啊？这谁给我定的课堂啊？我自己觉得毒鸡汤鼓励课，我一般都不会毒鸡汤啊，一般就是确实，就是。
是真的就是鸡汤。哎，这边的东西是什么？就这一边，对。他就来看我的吗？他们感觉很厉害哎，什么工会收主播这种东西。为什么他们进来的时候会有那种东西出来？啊、哦，讲我的课，不好意思。好，毒鸡汤鼓励课，这到底谁给我弄的啊？嗯，和刘俊牛在在是在哪里拍的照？哦，是在我们一个就是之前收我们手机的顺顺哥的家里，他那天找就是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然后给我们做饭吃。然后我是当天吃，哎，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吃了西瓜然后喝咖啡才这样的，因为同天去他家吃饭了，然后吃饭之前都没什么关系，然后吃完饭之后出来就就这样了，所以有可能是他的饭的原因。嗯，好了，毒鸡汤鼓励课。嗯，我觉得呢，毒鸡汤，什么是毒鸡汤鼓励课我真的不知道。毒鸡汤鼓励课，我就觉得大家就是一定要，怎么说呢？就是抛弃幻想，哎呦，就抛弃幻想，然后就是面对现实。对，就是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你就是那种在那天天就想着就能做到的。我真的来不了这个毒鸡汤鼓励，我都是正能量鼓励别人的。对，努力是会有成果的，加油。养生课啊，要 一系列全把讲完是吧？养生课我真的没有在养生。我要是养生我不会把自己弄成肠胃炎啊。嗯，而且就是我觉得但是大家真的要养生，就是这个东西对你自己身体真的是你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妈妈经常跟我说的。然后然后如果你实在起不来，你可以要你妈妈每天早上给你打电话，像我妈妈一样。我像我每天我妈妈就早上会按时给我打电话叫我起来吃早饭，然后问我中午打电话过来问我有没有吃中饭，然后就这种。所以养生真的一定要，就生病了真的很难受，生病了你什么东西都吃不了。对，而且我每次就是越是生病越什么东西都吃不了的时候，我就越什么东西都想吃，烦死了。然后护肤课这个倒是真的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护肤这个东西啊，就最主要就是不要洗脸。没有没有，就是护肤嘛，我觉得就是要首先就是清洁做好了，然后每天再累你都要就是把脸洗好，然后然后要敷面膜。想来想去不就这点东西，护肤课。但哦，多喝水，多喝水真的有用。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晒太阳，如果想要皮肤白，任何措施都比不上你真的就是不要晒太阳。哎，但你不行，晒太阳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别听我的，就是我爱讲什么是我讲的，就是你就大家就听听就过了，自己去判断好吧。大家要根据那个就是网上的那种正规的那种逻辑来。护肤我想想啊，多吃水果，多吃水果真的没就是没问题。对。然后我今天没有贴消肿面膜，所以脸有点肿。哎，对啊，消肿面膜真的还蛮好用的。然后还有我想想啊，美妆，你没有美妆吧？这是护肤。哦，刚刚那有美妆。好啦，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啦，这课就走开。
烦死了。行吧，就这样吧。好，我们下面要唱歌了哦，对，是吧？让我挑一挑，我就有一本，不知道唱哪一首。夏天的风刚刚唱过了 ，Rain Rain Rain 可以吗？但 Rain Rain 是原调，我是低八度唱会有点奇怪。和你见面我是要发的，我现在唱我还发不发了？嗯，我想想啊，哎，你们有没有听过哦？还有我想，我都是在我会的里面挑的。哎，有一首不太会的，但是我最近还蛮喜欢听的，叫《太想爱你》，你们有没有听过？要不就唱这个吧，《太想爱你》。但是，哎呦，感觉会有点高哎。就唱这个吧，来吧，太想爱你。行吧，喝口水。好吧，开始吧。始终连风都不自由，喧闹的街头就是我最寂寞，是爱的蛊惑让我有心起探求的念头，有多爱我够不够久会不会走，藏在肉身背后，你忠于自我，情爱里游走，从不曾见你低头，我却常犯错，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转个不休，只放不收，停不了手。爱你，你的喜怒哀愁，你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只能在这迷离无中猜你的轮廓。好高，妈呀！藏在肉身背后，他哥哦，你我是爱的蛊惑，让我有心起探求的念头，有多爱我够不够久会不会走，
穿上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节奏，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那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在你。我的天哪，我不要这样，这种烦死了。好，垮了垮了。啊，烦死了。不要放这东西了。Hello， 直播小助手上线，小豪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你好突然。对，刚刚小豪唱了歌，大家都觉得好听吗？你还看不到他们刷了这么久的屏。好，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第一个粉丝福利。这边参与的规则呢，就是请我们小豪来提问一个关于自己的问题，然后请我们的粉丝在公屏上打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对，对，小豪来提问一个关于自己的问题。关于自己的问题。对。要难一点的还是容易一点的？都可以。你觉得你的粉丝能答出来的话，都可以。哦。哎呀，突然要我提问，说出我现在最想吃什么。很容易哎。好，对。好了。所以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对，小豪来公布一下一个正确答案，然后我这边会进行一个停屏截取一位幸运的粉丝。答案是蛋糕。好，答案是蛋糕。有请我们小豪来喊一下321，然后我这边还提醒一下呢，就是粉丝们可以在左边那个黄色按钮点击一下关注，然后点击一下紫色小星星开通一下真爱团，然后我们小豪来喊一下321，我就来停屏截取一位带真爱团的粉丝。321停。好，我这边已经截取到一位幸运的粉丝了。对，那中奖名单呢，明天会公布在 YY 动态里，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查收哦。那接下来的环节就交给小豪。我觉得我做高一点是不是好看一点？不是有个椅子吗？哎，椅子呢？真无语。好了，我们下一步干嘛呢？拿刀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海盗捅，海盗捅，海盗捅。这是一个海盗捅。对，就是大家常玩的，就是我之前也玩过的游戏。就是我反正玩这个游戏是挺背的，每次就是前面就随随便便就会那我然后这个海盗呢没有眼睛，然后我要给他画个眼睛。
我用什么画呢？嗯，用水彩笔画，是吧？画个什么颜色？画黑色眼睛吧。那能看到他的眼睛吗？我今天还是有点肿嘞。好了，现在开始玩咯。大家猜一下哦，大家猜一下，我会就是插到第几把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就会弹出来呢？你们真的是好，那我第一把要往哪里插？他们也讲不出来呀，我自己来吧。行，好，第一把是安全的。啊，第二把是安全的。哎，第三把也是安全的。哎，第四把也是安全的。第五把也是安全的。第六把也是安全的。第七把也是安全的。第八把也是安全的。第九，哇！这无论几次，这是第几把？第九把。所以说啊，刚刚就跟大家教你们一个道理，就是人啊，就不要得意忘形，知道吧？嗯。好吓人！还要来一轮。这个东西有那么好玩吗？在哪里啊？我不能离开。算了，不玩了吧。我觉得有些许的无聊。他们觉得好玩。哎，我拿卫生纸给大家撕个纸好不好？大家是不是觉得更好玩？哪里好玩啊？好了，那接下来也没有是别的事情，我看看啊，我看我的台本，台本是竖着的，这是台本啊。哦，那我的台本在哪里啊？我没有台本。哦，有，好了，找到了。嗯，不好意思，今天真的没有给大家准备舞蹈。嗯 ，sorry。哦哦，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玩个游戏吧。什么游戏呢？叫奶茶品鉴师版你画我猜。就是我会让工作人员给我递给我笔和纸，然后画出十个不同，画出十个不同口味的，让粉丝猜出，可适当给提示。好吗？大家想玩吗？哦，有奶茶，看看。好，第一杯。不想，不行。这个是 sketch， 这个是那个流程。完了，流程那是咋说？重要，好。但是我不太会画画哎。
你就看不到。哎，好了，我们换个游戏吧。哎，哪里能看到啊？这。是是是，能看到。我又不能把光遮掉，把光遮掉，我脸上也没有光了。你知道我本来就没有休息好，肯定要打光的。那我把它加粗一点，好吧？会不会好些？能看到一点吗？这个啥呀？有人猜出来了，有人猜出来了。好，第二个。啊，这怎么画？这红色他们看不出来。这能看出啥呀？我等一下。答案是什么？我刚刚的要公布的答案吗？刚刚是原味奶茶，有人猜出来了，我看到了。好，这一杯是。画口述，嗯，先看看吧，看他们能不能看得清吧，实在不行就换了吧。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看不太清楚。好，第二个是这种啊，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就是奶茶的那个。里面有那个加配料，然后配料是很普通的配料，对，就是珍珠。我这样描述，我在上课哎。这个真的怎么弄啊？然后茶体是绿色，但是。但是它不是奶绿，它是另外一种会是绿色的茶体的东西。对，我看到有人说出来了，所以它连在一起是什么什么奶茶。什么什么奶茶，就前面两个字，然后。对，有人看，我看到有人打出来。好，那下一个，哦，真的好难啊！它也有加一种配料，它那种配料是我前阵子就是会比较喜欢的一种配料，前阵子会比较喜欢的一种配料。然后，哦，两种配料我都还蛮喜欢的，但是比较特别。对，有一种大家已经猜出来了。还有一种就是会把它做成就是就果冻一样的。对对对，也有猜出来。对，就这两个结合的一个奶茶。我要说出来吗？就是茶冻和花生。然后下一个。我真的是这个游戏玩的我有点无聊，我说实话。行，
玩点别的吧。你们想玩什么呀？成语接龙啊，我自己跟自己玩。跳舞，我胃不舒服。没事，直接结束。好，算你们都答对了。然后这个答对了就是怎么呢？哦，如果猜成功了，就是什么李俊豪帅气三连拍，然后今天分享到 YY 动态。挑战失败就是搞怪三连拍发到 YY 动态。我觉得你们都答对了，你们真的太懂我了。自拍，行。在哪拍？这样拍。挡一下什么？挡一下自己。哦。我真的不是很爱自拍。是不是觉得我很难搞？我是不是来直播的人里面最难搞的？累了，行吧行吧，好，然后下一个，你们真的很爱玩游戏吗？我想说，下一个又是游戏，一人拿出就是拿出扑克牌，让大家在弹幕中抽取第几张，然后把牌展示给你们看，然后我自己再抽取一张，然后进行大小 PK。如果你们的数字大，就你们赢了；然后我的数字大，就我赢了。一共 PK 三轮，采取三局了胜制。行吧。好，然后你们要第几张呢？好，那就反正有三局，那就先拿第七张好不好？看到有人在说七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你们拿的是三哎。这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在故意搞鬼啊！你们自己抽的，没有办法。三啊，我自己再抽一张，我也不看好吧？你看我自己不看啊。五，就比你们大一点点，没有办法。好。下一个是什么？好，下一个十四啊，能给我开个瘦脸吗？我播了这么久，我播了这么久，觉得这些脸好胖。
来不及了，刚刚其实是可以调是吗？啊，无语，是可以调的。我就今天感觉有点疲劳。好，下一个，下一个你们抽哪一张？十四对吧？看着啊，我不在作弊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你抽了一张，这个我们的方言叫狗。这个算大吗？这个算作废了。好吧好吧，算大了，那我直接抽着。哎，我真的没有。我抽了。我抽了个蛋，哦不，我这也是我们这边的方言，叫蛋。真的不是我。嗯，好，还有一把，哎，哦，三局两胜，我已经赢了。对啊，我已经赢了。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好吧？你们现在再叫一个数字。几？数字几？这我咋选啊？有个九是吗？九也行。那我两位数以上的我真的不想翻哈，太长了。九吧，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九正好是九，好吧，九哈。大家看清楚了，九，我自己再随便抽一张，好吧？哎，六，好啦，你们赢了啦，恭喜你们啦！然后呢，就也不会怎么样啊，就你赢了就赢了，输了也就输了，哎。之前还有什么惩罚或不惩罚，这里就赢了就赢了，就也不会怎么样，哎。蛮无语的，我们来聊聊天吧，因为聊完了，下一个等下又要唱歌了。我在这里，我真的要批评一下牛仔仔。前两天我不是说我就难受，然后就去挂急诊嘛。然后当天晚上，因为他离我家其实现在住的比较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就是你陪我去看急诊，但当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好，然后就突然一下有点下雨，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晚点再去。我说我有点等不了了，我说我赶紧就是去看完早点回家休息。然后我说那我就先打车，我打到了我就直接去医院，我说你后面再来找我，然后我不就去医院了嘛。然后去到医院之后，我都整个流程都走完了，看完医生，然后医生就是都让我走了，他都还没出门哎。然后你懂吗？就是我就觉得
然后我出来之后，我打电话跟他说，我说我已经看完了。他说你要不要 来找我吃饭？我说我肠胃炎。然后我在等车的时候，然后小莲就给我打电话了。对，他没有日理万机啊，他有日理万机，但也在日理万机中给我打电话。对，他给我打电话了。对，然后就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就肠胃难受，然后刚刚去看医生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说你怎么不叫我陪你去看啊，你看人家愿意陪我去看医生，人家就是愿意陪我去看急诊。我希望你们就不要在那就是阴阳怪气我。然后你们说一些话吗？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出来的人我都就是我们就是私下其实都就是经常会见面啊，聚会什么的，就有时候就都在北京的时候。谁最爱哭啊？魏宏宇啊，魏宏宇的话，他其实还有在帮我，就是参与我这首歌的那个制作。对，他有帮我就是做一小段的曲，然后也发给陈俊豪啊什么，还有张思源，他们都听了，他们都听过一遍了，都觉得不错，然后要改的地方也给我提了意见。见什么？我刚哎，为啥凶赵景瑶？我没有凶他呀，我怎么会凶他？克丽君有给他听我听他的新歌，给我听他的新歌，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看看还有多少杂志，好像还有，这咋说呀，就是如果后面再拍的话肯定还有，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因为一直在就是在我的这个叫啥认知里面，就是我之前拍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就是拍了也就拍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就对于喜欢我的人来说，我觉得你想要看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是大家就稍微就买来看就行了。但是我不觉得就是这个真的大家量力而行，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大家不要感觉到这是一个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拍了，就我觉得有好看的东西，那就大家就都看一看就行了。但是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任务或者是自己的一个什么需要背负在身上的一些就压力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就没有必要了。要我坐直了，不好意思。发抖音哦，我跟你说，就是有很多东西，我都就是我不知道要拍什么。哎，你们看得出来我头发染了颜色吗？我一直在家瞎染。
我染的这个颜色叫什么迷雾深棕。说了我都有见过，都见过了，都见过了。行，我们唱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我们就唱你们投票投出来的那个叫什么走在冷风中。哎，这首歌其实是我当时，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非主流的事情。走在冷风中是当时我就艺考，当时艺考其实我有一次，哦，我第一场去的是南京，去参加的那个南艺的考试，然后那是没考好，然后就是真的是就是走在街上听这首歌，然后就真的有点，现在想想真的蛮非主流的。嗯，可以开始。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孤单单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我没说不代表我不回头。暂时走失了，我以为你累了会回头，怎么连复杂的故事背后都是我听朋友说。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孤单单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我们说不都能回头。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只因为你说过爱是等待是细水长流。我没说不代表我不回头。
也就随便唱唱。哦，坐直，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哎，声音好大啊，哦，我戴了两个耳机。我跟你说，是真的。我跟你说，其实我还真的还唱的还行，你知道，因为我们是就是总决赛的前两个星期就要开始练最后的我们的歌曲嘛，然后就是你知道每年都会有一首抒情的歌，就大概每人唱个一两句词，他们把最高的那句分给了我。你有多好笑吗？嗯，就是抒情版，是抒情的歌，然后最高的那句真的就分给了我，然后紧接在我后面的是徐子未唱，你知道我真的就是我只能硬着头皮唱。没有破音哦，唱的还挺好的。得练嘛，干嘛都得练呀。然后接下来看看是干嘛。又是游戏，大家真的有那么爱玩游戏吗？我真的也没有很爱玩，也没有真的很爱玩。哎，台本怎么又不见了？可能不想让我玩游戏吧。真的不见了，算了吧。哦，有，我看到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玩游戏，是音乐类的游戏。那然后就是官方呢将官方，哎，你们自称官方，官方将给到艺人四组关键词。夏天，哦，就是哦，要每个给出一个关键词，然后我就要唱三首歌，就是唱清唱两句就行了，是吧？好，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要我自己来说吗？你们没有那个啊、哦？好，第一个关键词是夏天。好，第一首，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好，就算一首夏天，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嗯，这第二首，然后夏天还有什么？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嗯，见面，嗯，见面，和你见面，我想要和你见面。嗯，好。然后第二首什么呢？见面，这谁选的？这谁取的词啊？哦，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哦，不是到哪一句来了？啊，好久不见。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什么？快快快！哦，想见你，只想见你，的过去，我只想见你。嗯，青春，那个算吗？微软的吗？这可以吗？我不知道。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这个算吧，青春修炼手册算哈。还有什么？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已不回来。别的那样哟，别的那样哟。还有啥呀？真是自流汗。你们快点告诉我什么歌？青春，其实青春挺多的啊。哎，那个什么，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个，这是什么歌来着？忘了。还有一个什么？快快快快快！青春青春。哎，这个够青春，够青春啊！什么是快乐星球？哎，这蛮青春的，蛮青春的。对对对对对，什么是快乐星球？好，好，青春也弄完了，想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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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好想你。等等的自己，我想我等下要唱的，现在唱了，我等下唱什么呀？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留在我身上所有角落。还有最后一首，快快快！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结束了，哦，都完成了。好，就是这个音乐类的游戏也是没有奖惩的，是吗？OK，好玩。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天吧。放 BGM，怎么会抒情？聊聊小时候。小时候对于我来说过去蛮久的嘞，今年已经是我第二个本命年了。应援曲我有听过，只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唱不好，那个有点高。接下来真的也有在谈的，就是新工作，然后应该，也差不多。然后有点出人意料哦。然后就是，怎么突然就这个音乐是这样子？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也是，就是这样，就慢慢的走过来了嘛。就我没有想到，我出场之后，就会有这么多人。你知道我之前直播的时候就不会是这样子哦，不会这种屏幕这样子就滚动的这么厉害，就感觉一直有人在看，就有人在关注。但之前是真的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其实。现在发现吧，每个
东西真的都需要一个过程。嗯，不管是现在就是现在正在经历一些就是可能很沮丧的事情，或者是被迫你要一直就是去等待，或者一直去就是求而不得的时候，就真的会有很多这种时候。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大家真的就是一定要去坚持，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就是你真的只有坚持了，你可能有一天机会到了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会有成功的。所以我现在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也一直在坚持我的所想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们也就是都能坚持自己的梦想，好吗？其实我也不是要故意要煽情，是这里突然有个流程叫正能量分享。就是我没有想把场面搞得这么就是伤感哈。但确实话就是确实是这样了，就是大家可以把这音乐关了吗？再讲两句哦，一定好。我真的就是我，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我平时就是也会去，就是确实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去就传递给大家，就是真的就是就我觉得与其靠自己靠说的，还不如就是自己的一些实际的行为就是能够影响到大家吧，我觉得。好啦，坐直啦。下一环节，游戏，游戏游戏。快问快答，好，我们先来快问快答。好，预备走。奶茶和柠檬的奶茶，长高或变瘦，长高。可爱或酷帅，格子裤或条格子裤，火锅烧烤，铁锅炖，这两个现在都不怎么想吃。软桃，麻酱，甜的，薯片。我都要都要 I don't like。 好，又是要唱歌，怎么那么多歌要唱，聊聊天吧大家。来聊天吧，聊什么呢？我今天特意就是翻出来了一个小项链戴着，是挺小的吧，这搭配。有时间会去旅游吗？当然就是对啊，有时间会想去。前几天去阿那亚是因为大家就是其实这么久从在里面然后从出来出大厂这么久，我们一直就感觉没有好好的放松过，就是感觉就是想去一起旅游一次。还有什么？哦，太快了。北戴河好玩吗？还行，还蛮好玩的。刻意控制体重吗？会，以前还好，现在就是感觉会，就是现在会感觉就是因为没有大厂里面那种运动量了，就是你真的稍微多吃一点点，你就立马会就横起来。宿舍的趣事啊，我说了，刘冠佑是真的，他。他真的就是不卸妆就洗啊，不是不卸妆睡觉。
对，他因为这个事情他闹过好几次了。他说，就是因为你没就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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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现在都说我不卸妆睡觉。我说你就是不卸妆睡觉，挺可爱的，真的好可爱。人线有点快。微博有 KPI， 我是觉得这样子，关于 KPI 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我是真的看到想回的，我会回，但是其实这种回不回的其实也还好吧，就是我不喜欢别人给我定一个任务，就我不喜欢去完成任务，因为完成任务我会觉得就是就会感觉到有压力。还会染发吗？哦，你们知道我最后面我想让他们给我染个粉的，然后他们说染粉的需要漂头发，他说我的头发太细软了，漂了会断掉，就没有同意给我染。他们然后最后，哎，也没有给我染。还有什么？遇到会叫你妈妈，他开玩笑的啦，怎么会叫妈妈？路通真的比起 Ono 来说，我觉得不算黑历史。新歌有没有 MV 吗？没有哎。就是先是歌出来吧。哎，我真的很想吃铁锅炖，我真的很想吃铁锅炖。我现在看到铁锅炖，我现在你知道我昨天就是刷那个铁锅炖的视频哦，我刷到半夜3点多，就是我真的肚子一直在叫，然后我胃又不舒服，然后我真的在流口水。还有什么问题吗？交出护肤的秘籍，我真的没有什么护肤的秘籍。哦，对了，我现在要郑重说一下关于九九那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如果是女生要找她做男朋友，我跟你说，我当时就觉得，就我现在就反悔了，我不要，就是如果我是女生，我也不会找她做男朋友的。我会找。为什么要给自己突然挖了个坑呢？想想啊，不行，这人不能乱说了，等下又被别人就是。你们真的都在发疯哎！找，哎呀，你们说的人，我现在感觉就是都靠不住。我跟你说，如果我是女生，我就一定是那种独立自强的女强人，独立自主的女强人，好，接下来我们要唱歌了哦，还有一首歌要唱，下一首歌唱我想。我找一下哦。找到了。
哎，对了，ring ring ring 还是我想啊，但是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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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没有那么好听，是因为它是原调的，然后我只能低八度唱，所以就可能不太行，可以都唱，那就每个唱一半部分，好不好？那就先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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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好吧。实在不行了，我就是把它换呗。这又不是啥，就是定死了的规矩，对吧？不许啊！不许不唱另一首，是你说我想也必须要唱是吧？可以啊，可以。清唱感应感，我没有听过哎。好了，让我选，按我选的来了。我跟你说，对了，跟大家说个秘密，就是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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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我初舞台的备选歌之一。哇，真的好奇怪啊！我找不到歌词啊。终于来这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状况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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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几声才能接？心跳的声音，蹦蹦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管他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跑也管他黑眼圈 yeah， 来电 again、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演，可是兴奋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几声才能接？心跳的声音，蹦蹦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管他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跑也管他黑眼圈 yeah。来电 again， ring ring ring， 爱的和弦铃在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反正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ring ring ring， 喜欢听到你说 hi。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 yeah， 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跑也管它黑眼圈 yeah。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 yeah， 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冒烟，管它黑眼圈 yeah， 来电 again。哎，还是不对，这啊、可以停了。不行，这个调都不对。但这首歌我唱完了，是吧？所以就不用再唱另外一首了，是吗？拉长。哦，那就再唱半个，就是我想吧。
好，哇。我懂了，都是好大一条缝。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等那太阳东去西落又天亮。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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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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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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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一生总会遇到许多过客、错过一次就真的错过了，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的一个，我想我做了最好的选择。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歌，谢谢你尊重了我的选择。我想着你就写了这首歌，简单的 Oh no， 想着想着就这样睡着了。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美好都洒在你脸上，我想把你的世界全部都照亮，填满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哇哦，其实我挺能唱的耶。好，直播小助手上线。你真的对小豪能听到好突然。对，刚刚小豪给我们带来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我们接对，带了两听。好，您说。好，那我们接下来，对，我们接下来就我们来给粉丝发发第二波福利吧。对，就是参与规则还是跟刚刚一样，由你来提问一个关于自己的问题，然后粉丝在公屏上打出正确的答案，然后你喊三二一，我这边进行一个听评截取。好，好大的声音哦，我带了两个。大厂里我最喜欢的人是谁？好，对，那请小豪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对，是陈刚导演。对，是陈刚导演。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刷，然后小豪这边喊一下三二一，同时再提醒一下大家，可以点击左上方的一个黄色按钮，点击一下关注，然后开通一下真爱团。我们待会抽奖呢，会抽后面带有紫色牌牌的粉丝。好，三
二一，停。OK，对，我这边已经截取到一位幸运的粉丝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今天的自拍还有所有的中奖名单，明天都会公布在 YY 动态里。然后我们在 YY 动态还会有一波福利彩蛋，大家一定要记得参与哦。那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提前在 YY 动态给您就是征集了一些粉丝想对小豪说的话。对，接下来可以由小豪念一下，然后回应一下粉丝。现在哪？哦，I'm sorry。哎，不行，我读不出来，好尴尬呀！啊，不行，我不行，哎呦，第一篇竟然有人开头是全世界最可爱帅气的酷盖里，我不行，哎呀。哎呀，我不行啊！我一开始是你的性格粉，因为你开朗又幽默，浑身是梗，有你在的地方就少不了欢乐。我特别喜欢你那双布灵布灵的大，不行，什么？我特别喜欢你那双布灵布灵的大眼睛，不夸张的说，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亮。像你这样好看的外貌和有趣的灵魂都兼具的综艺小天才，真的是人间的宝藏，求求你了！主题曲真的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让我不得不怀疑你之前一直在隐藏实力吧。虽然节目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我闲时或者感觉到很累的时候，还是经常翻出你的主题曲，还有其他的舞台来看。你元气满满的舞蹈表现，每次让我看过之后，都有一种我又醒了，我还能继续面对生活的状态。这说的蛮好的，真的很谢谢你。另外，真的很想问，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欧宗介吗？我也不知道。但我是不是可以做几个动作啊？你管，就随便做几个。我这边说，你管我做什么动作？因为，但这个可能要站起来。我今天穿的短裤，哎。就做几个动作吧，哎。不行，这裤子太短了。不行，裤子有点太短了，我觉得。哦，我听不见。等一下，没事，我还就是我可以。就我的那一趴，他们应该听得到吧？很小，不会声音，对吧？像时空的指定。哎，等一下，等一下。超越时空的指令，开始紧张的。对，对不对？不对。超越时空的指令，开始紧张的剧情，刷新宇宙的奇迹。然后我就闪开了。对。这个是，哎呦，好大的声音！这个是，就是，当时，
刘俊老师和小莲就教了我两套动作。第一个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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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还有一个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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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呀，没有什么。就大家都会越来越好的，青春之旅已经告一段落了，不知道你下一次的唱跳舞台是什么时候呢？也许你会回归演员本行，但无论你是以什么身份出现，我都会一直支持你，我相信你都能做好的，加油冲啊！我也相信，所以大家一起加油。来自 Rimiko 的奶茶杯，我记住你了，你真的说话很肉麻，哇哇，还有更肉麻的。Two, 李俊豪宝贝，求求了。对了，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不要乱说话。有一天我妈妈打电话来问我，有一天我妈，我跟我们家就是跟我妈就正常打电话，然后我妈突然打电话来问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女儿？你说我要怎么跟人家说？我要怎么跟我妈说？我说，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疯子。豪哥你好，可以叫我小婷。首先在这里预祝你生日快乐。哦，已经10:02了。首先在这里预祝你生日快乐，我已经喜欢你131天了，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我有见证你的成长，从抖腿，从第一个舞台，从你的一点点进步，从 PT 的夸奖，我就这样看着你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了。其实我认识你是很早，在少年时代的时候，路通让我认识了你，一个充满阳光积极向上的你，一个爱喝奶茶会让粉会 和粉丝互动的你，我会努力去见你，去见那个闪闪发光的你。我期待你开演唱会的那一天，也同时期待你的每一个作品，不管你是录综艺或者跑剧组，也或许是继续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我都会一直陪着你，支持你。我能做的也许就是陪你去闯，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不干涉你的生活。也许我就是茫茫人海中渺小的一个，十几万 ATM 中最普通的一个。每次看见你在翻牌其他人的时候，我真的无比羡慕，就期待有一天我会被你看见。这些都不重要，我只希望你可以平安快乐，健健康康的就好。总有一天我最最喜欢的男孩会变成大明星的，到那一天我就可以骄傲的说，李俊豪我喜欢你，谢谢你喜欢你的小弟。好，谢谢谢谢。我跟你说，我真的要去吃饭了，要去吃铁锅炖了，已经10:03了，时间好，我还以为这两个小时我真的会很难熬，因为两个小时就是对我来说真的时间有点长，我感觉我还能再给大家聊两个小时。现在到结束语了，好了，大家，我们要准备说再见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然后呢，好，直播宠粉一起嗨，爱豆周五在 YY， 每周五来 YY 和你的爱豆相见，期待下一位爱豆，看你的，